好，现在是猜猜乐，第一场是猜那个周卡。然后听好哦，今天第一场单人吃鸡得主是恶意，第二场是极光，你们两个有得到周卡的人，猜猜乐是可以进来玩，可是就没办法得到周卡了。如果你们有猜对，就是第二个优先猜对数字的人优先获得哦。我先在此先声明一下。好，聊天室点名。先尽情猜猜乐哦，先尽情猜猜乐哦，先把周卡送出去哦。哦啊，尽情猜猜乐就是不要洗画面。猜猜乐开始。猜猜乐结束。杜宝爸，杜宝爸会选一位观众来挑位置。然后听好，最后的结果，请你们不要看你们的电脑或手机。要点兔宝爸的直播回放，我在此宣传一下，你们不要看你们的手机哦，因为手机有延迟，你们看到的结果是有误差的哦。对，要以兔宝爸的直播回放为主哦，就是我的猜猜乐开始到结束的区间得第一个猜对数字的人。好，我挑一位观众，我挑一位观众来选位置。欧阳子红，欧阳子红，欧阳子红，你要哪一个位置？欧阳子红，欧阳子红，你要哪一个位置？要打第几个位置哦？欧阳子红。你不要打二，打第二个位置，这样我的直播观众在看回放才看得清楚。你到底要第一个还第二个？你怎么现在要打第一个？好，我先口头段讲，欧阳子荣打第一个位置哦，你要第几个？你打清楚，你这样会造成等一下周考会造成误差哦。你这样犹豫不决会造成误差哦。杜宝爸这样好像看到纸上的数字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纸上数字是昨天的。我的第二张是昨天的数字啦，昨天的数字，你们看到的是昨天的数字。第二张是昨天的数字啊，因为我这本笔记簿超厚，你们看到是昨天的数字。好，等一下有得到周卡的人要感谢一下欧阳子红哦。你们看到这个数字是昨天的啦，这是昨天的兔宝爸的昨天写的。你看这本这么厚，你看我翻过来，你们看到是昨天的啦，你看这是昨天的。你看这本这么厚，你们看不到兔宝弟，你看这么厚，你们看到数字是昨天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我看一下。第一个位置是8号，第二位置是2号哦， 2号哦。
杜宝爸最后的直播这个猜猜的结果都会公布在那个 YT 社群里面。对啊，有得到周卡同学要感谢一下欧阳子红哦。杜宝爸先把这两场猜猜的周卡送完，我看时间够不够。如果够的话，我再考虑，我会先考虑看看要不要再加码一场。好，这是二号，谁优先猜到二号的？我先看一下，兔宝宝要确认，因为兔宝宝过年有发生哦，我管理员也没帮我确认，然后我自己也没确认，搞错了呢。啊，你们猜猜的最后结果不要看你们的手机哦，要点兔宝爸的直播回放哦。这点新同学比较不知道哦。恭喜 King， 进来哦 ，King， 哇 ，King， 你自从说你要退友，又运气越来越好。好 ，King 哦，那个 ID 给兔宝宝262039。我看一下，现在等一下最后一场是猜那个六个月期限制管理员。有，今天直播一个小时，有我好，那我稍微看一下时间。我请兔宝弟写十个。哦 ，King， 你要感谢欧阳子红哦，对，要跟选对位置的人跟他说声谢谢。因为兔宝爸举办这个猜猜乐活动，会让观众跟观众比较有互动啊，包含说。挑位置的人也会跟你们有互动，包括说跟兔宝宝，这个比单独用转盘比较有互动性。好，兔宝弟写好了。其实选位置，兔宝爸以后猜猜乐活动是常态化。如果常来参加，你绝对有机会可以选到位置。哎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储值周卡，我还没有储值周卡给 King， 要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写储值成功，还没有写储值成功，先等一下。抱歉，我画面占离，我速度快一点。我刚才还没有储值给 King， 刚才在讲话。抱歉，我聊天是占离哦，我先储值给 King， 才可以进行下一次。我先讲一下今天的直播流量蛮高的啦，等一下兔宝爸猜猜乐结束，我会加码一场比赛。然后你们听好，这加码怎么比赛？是四人的团队。哦，吃鸡冠军的那个团队，那四个人可以获得猜猜乐周卡的一次机会。所以你们等一下，等这一场猜猜乐结束，要赶快去找你的队友。哦，瓦干达，你先等一下，先等我把猜猜乐全部送完，我再询问。哦，先我们先一个一个慢慢来，不然兔宝爸怕会失误。我先把 King 的周卡储值完，然后下一场猜猜乐也把它办完。啊，兔宝爸。也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我们今天加码一场比赛，可是是四人的团队哦，四人的哦。
毕竟兔爸爸的比赛内容都当天告知，会让你们有一点措手不及啊。可是这。